经过57天的紧张生产，6月2日，一次外贸出口真空压力罐产品顺利装车，发往上海港装船。经过20天运输，它将到达目的港美国洛杉矶。该压力罐直径2米，长度6米，按美国客户量身定制，满足24米标准，制造精度要求高，施工难度大。另外，需经海上运输，因此罐体在喷涂及表处理上均严格按照海运要求进行防腐处理。美国市场一贯对进口产品有着严格的市场准入要求，实现对美国的出口，也凸显出迪森压力罐产品达到了较高的国际水准。